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我是 Della， 今日会继续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同大家分享一啲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和最新的发现，等你同你的屋企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Hello， 袁生你好。Hey， Della 好，大家好。今日我哋又继续咧，我哋嗰一系列对于咧系妇女怀孕期间经常遇到嘅问题，而点样可以咧适当地用嗰个同类疗法咧去做一个解决同埋舒缓啊咁样样嘅。咁今日不如通过我哋讲一讲下咧，就系、是、始终我哋都系话啦，妇女怀孕嘅时候咧，就系、是、因为佢个荷尔蒙嘅改变啊，咁亦都可能咧过分的兴奋啊，或者担忧的时候咧，都令到佢啲情绪波动，而突然间出现咗一个咧系晕低咗嗰、那个吓嗰、个现象，哇，都几危险下噶。其实好多人有嘅吓，晕低呢个症状好多人有嘅。咁、但系我哋今日咧就系集中讲咧，即系怀孕期间出现啦。咁但当然咧唔系只系怀孕期间嘅，可以应用喺其他嘅情况。系即系呢种情况嘅晕倒。是啦是啦，咁啊，袁生麻烦你帮我哋咧系解释一下，同埋介绍一下啲疗剂啊。咁即系晕倒咧，其实好多人都经历过咧，有时都冇乜特别原因嘅。好可能咧系我哋嗰个血液循环出现问题啊，或者失血啦、或者饮食不佳啦吓，冇咗轮啊之如此类啦。咁可能过去嘅病啊、忧虑啊，或者瞓或着嗰啲衫太过紧吓，包实个腰啊咁样样。咁所以咧。但系我哋都有好多不同嘅疗剂咧，系处理不同嘅环境出现嘅晕倒呢个问题嘅。好啦，第一个咧就系、是、Ignatia Amara 吕宋豆。咁呢个通常咧系同一啲情绪吓、不开心啊、忧虑啊、有啲嘢遇过啲系好突然嚟嘅情绪问题咧，令到个情绪波动啊、歇斯底里啊。咁呢个咧就系、是、嗰、那个吕宋豆啦。咁另外一个疗剂咧。即系通常咧晕嗰阵时候，嗰啲人咧系特别咧系稳阵嘅，稳僵嘅咁样。咁两个情况，两个疗剂，第一个就系、是、马钱子啦 ，Nux Vomica 嘅，尤其是成年人啊嗰啲比较多啲啦。另外就Chamomile 啦 ，Chamomile 可能啲小朋友啊，嗰个罗马金菊吓 ，Chamomile。咁呢两只咧都系一种咧系嗰个晕倒嘅人咧都系好特别好稳阵嘅吓。好啦，另外一个情况咧。就是那个乌头啦，勾乌头。咁通常咧系同我哋个心血管嗰个系统咧系即系嗰个负荷太犀利啊，咁导致咧系嗰个晕倒嘅。咁通常咧伴有恐惧啊，同埋咧好似就快要死啊呢种嘅，呢、这个就乌头吓、勾乌头嘅症状。好啦，另外一个晕倒咧系譬如癫茄 Belladonna， 咁通常咧可能太热啊，尤其是而家呢几日咧天气成30几40度啊。咁有時你去曬得好辛苦啦，咁可能出現嗰、那個個暈倒嘅，呢、這個就 Belladonna 啦。咁通常佢又面紅曬啦，個手腳可能凍啦，摸落咧係又乾又熱嘅皮膚啦，咁樣。好啦，咁另外一種情況咧，就係、是、白蛇根 Brownie Album。咁呢種嘅暈倒咧，係通常咧同嗰個喐動有關嘅，即係佢暈嗰陣時候咧，佢突然之間咧就唔好喐嘅。佢一喐咧，佢就会晕噶啦吓，呢种咁样嘅症状嘅晕咧，就系、是、白蛇根嘅症状嚟噶啦。好啦，另外一种咧就系、是、嗰、那个金鸡纳啦，又叫 Quinine China Officinalis 金鸡纳。咁呢个疗剂咧，通常咧就系、是、因为病或者咧系曾经咧最近嘅失血过多，佢系失血过多，可能经期过多嘅失血，好可能系嗰、那个痔疮嘅失血吓，即系身体经历过一个失血特别多，或者胃出血啦咁样，失血到犀利，咁出现呢啲咁嘅晕倒呢个症状。哇，咁啊，唔该晒袁医生帮我介绍咗几只疗剂，关于咧，即系呢个系咧突然间晕倒嘅时候咧，可以点样用呢啲疗剂即刻帮到佢哋啦。咁通常同类疗法咧，喺一啲咧系紧急嘅情况上面咧，就可以大派用场噶啦。咁只要你配合到适
当嘅疗剂咧，嗰、那个功效咧，嗰、那个疗效咧就即时可以见到噶啦。咁当然我哋今次呢一系列嘅系就系讲下啲孕妇嘅期间嘅时候出现咗啲问题啦。如果孕妇期间出现咗呢啲嘅晕倒嘅咧，更加严重性啦吓。咁所以咧，应该咧就系常备咗呢啲疗剂喺屋企或者喺身边嘅时候咧，真系遇到呢啲情形嘅时候咧，就可以即刻用到啦，就唔需要咧即系话引起一啲嘅后遗症啊啲嘢咁，而又过咗嗰个治疗嘅黄金期啊啲嘢咁。咁所以咧，请大家咧就系、是。留意翻咗呢啲节目，亦都可以咧系配备咗呢啲疗剂喺屋企嗰度嘅。多谢袁医生今日嘅分享。如果各位有啲急切性嘅问题，可以打以下呢个电话同阿袁医生预约会诊。电话号码系25773798。想查询翻头先提及嘅疗剂或者其他嘅健康产品，可以联络我哋六创意健康店。电话号码系2882-4848。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 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可以 email 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想重温我们的节目，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adio.com， 又或者上回 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与你，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好，今日唔该晒你，袁医生，拜拜。好，多谢大家收听，拜拜。